今天的年轻人更加着重于生活的品味，对于房子，年轻人更加注重的是精美的设计。不管你是想要投资，或者是你想要为自己找一间精美的房子，今天就让我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两房两厕、设计精美、家私全包的豪华公寓。这是一间672平方尺、两房两厕的小型公寓，当然这个项目也有一房、三房的公寓。今天我先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两房两厕的展示屋。这是一间全家私的豪华公寓，所以基本上你今天在这展示屋里面看见的，将来你拿到钥匙的时候都会出现在你的新房子里面，除了一些小型的装饰品之外。好，从门口进来右手边这里，你就可以看见这全高的鞋柜、橱柜。哇哦，让我们来看一看里面到底可以放多少双的鞋子，还有包包。哇，今天大家都很喜欢买鞋子、买包包，这个鞋柜、橱柜就可以给你存放你的鞋子和包包啦。这里就是一个小厨房，你可以看到这些的橱柜、这些的电器都是包括在配套里面的。洗碗盆、电磁炉、油烟机，还有内置式的微波炉，这些都是好的牌子、名牌的电器。这些橱柜都是包括在被套里面的，所以你可以看，你可以放你的食材、调味料、碗碟、杯子，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收纳你的所有的厨房用品。上面这里也有橱柜。所以这样的设计我非常喜欢，因为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收纳东西，让家里看起来更加的整齐。好，那么从门口这里进来，左手边也是包括在配套里面的，有洗衣机、烘干机，还有冰箱。那么上面也有一些的橱柜，可以放一些的东西。好，进来这里，包括这餐桌、椅子，都是包括在配套里面的。想象一下，你就坐在这里用餐，外面是外面的窗口，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，或者这里有电视机、橱柜，这些的墙壁的墙纸 wallpaper 都是全包括在配套里面的。沙发、咖啡桌，这些同样都是全包在里面的。想象一下，下班回家或者是周末、假日的时候，你坐在这里看你喜爱的电视节目。这里外面就是窗口，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漂亮的风景。好，接下来带大家来看一看它的主卧室、主人房，看到吗？房间是用木的地板，这也是包括在配套里面的。哇，这是 king size 的床，大床。这个房间放下了一张 king size 的床，竟然还有这么多的空间。哇哦，
还有这些的衣橱橱柜都是包括在配套里面的。从窗口外面你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吉隆坡的市景，或者是外面的风景。我们来看一看厕所的设计。好，基本上你所看见的，将来你拿钥匙的时候，你的厕所就是这样的，全瓷砖的厕所，非常容易清理，保持干净。内置的热水器，让你感受像在酒店度假村的洗澡的体验。这里你可以放你的洗发液，你的沐浴液。基本上厕所里面的这些全部东西都是包括在配套里面的，也包括这玻璃。我上网找了一下，这叫淋浴屏，不是哪一个人淋浴屏哦，这是 shower screen。 但是当然这展示里面只给大家看这一边，但是将来你得到的当然是全副的淋浴屏 shower screen。 好，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一间房间。哇哦，你看放了一张 queen size 的床铺，也是一张大床，但是竟然还有这么大的空间。同样的，这些衣橱和橱柜都是送给大家的，包括在配套里面的墙纸。我非常喜欢它的冷气机的设计，是内置在里面，是隐蔽起来的，让整个空间看起来非常的精美，你不会看见有一台冷气机装在那里。同样的，这边也有窗口可以让你看到外面的景色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间的厕所，同样的，厕所里面的这些东西都是包括在配套里面的。同样有内置式的热水器，还有这间房子里面的所有的这些的天花板，石膏的天花板，这些的灯都是包括在配套里面的。所以基本上到时候你拿钥匙的时候，你拿着你的行李，拿着你的衣物，就可以搬进来居住了。客厅的冷气也是有特别的设计，会让整个设计看起来非常的精美，